我是 Andy 梁，我们接下来谈 Simply Piano，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今天我们来谈第四十号交响曲，它是用莫扎特做的哦。莫扎特，这个还蛮好听的。可是我们这个第四十号交响曲莫扎特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是蛮好听的，希望 Simply Piano 会陆续出这种像莫扎特那么好听的曲子的歌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好，按铃铛。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